车上等于睡死在那边。我等下带你们去看。哎呀，感觉精神不济哦，刚睡醒。我们现在在下面，然后等一下好像要走那个楼梯上去。那叫巧克力山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他说它长得很像巧克力。山在哪？山，它长这样子，其实还蛮像外星人的，有点恐怖。然后这里有一个小客厅，还有一张床，这就是我表弟的床的了。然后这样子两张，一张双人床，一张单人床。这是房间，浴室还 OK 啦，这样子。然后我发现一件事，我发现菲律宾人都好爱我。我刚刚他们说刚刚那个服务生会那么热情，是因为会喜欢我。因为我刚来的时候就已经被海关搭讪，然后我去潜水的时候也有那个潜水员问我有没有男朋友要搭讪我。然后刚刚要是服务生对我有意思的话，我觉得我太适合菲律宾。天哪，我居然是菲律宾人的菜。来，这是我们的餐点，你看这个有多大，如姐你要拿起来看一下啊，它比你脸还要大哎、欸、它比你脸还要大，要吃什么？你看那一份，我看很超有事，那边汉堡包发生，汉堡包在切蛋糕，他刚刚在切蛋糕。祝新宇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新宇生日快乐！你的生日蛋糕就是一个大汉堡。哇，我们居然要把这一箱带回台湾，这全部都是纪念品哦，满含满的。再帮我们打包，让我们比较好看。我们结束我们的旅程了，这是最后一个。我快累死。买得开心吗？开心。那你想不要讲啊？好，谢谢你的服务。飞灯来拍片探机啊！对了，飞灯来算账啊，看花了多少钱。哎，我们的战利品变成这样了，你看大家的手上。对，每个人的手上都有东西。还有这箱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还有前面那位大哥。我们要回家了。晒黑的星宇，你干嘛下车？留在这里啊！万人迷 Jenny， 我要离开这里。菲律宾万人迷，为什么我在台湾不能是万人迷呢？不太开心。啊，你台湾是万人迷啊！还好，在台湾都没有人跟我搭讪。这个人现在很哀怨，他说他不想要开学。你留在这里呀？那你留在这里吧。哦，我们把你留在这里啊，你自己留在这里，然后我们先回家，你就不用开学了，对不对？很棒吧？你留在这吧，菲律宾万人迷。你怎么开？谁要给你留在这？我宁愿回去看台湾帅哥，我也不要留在这里。
们三杯自己啦。我们到台湾了，有人要开学了，很难过。要开学了，拜拜，要回家喽。